呢，来自于瑞士的铁金米表，就是我们的雷达表。当然呢，这几年来，我们看雷达表在台湾其实非常用心的经营，而且呢，在台湾已经这个这几年来设立了多家的这个名品店，就像是今天在台北101，这是我们第六家了，所以大家真的要为我们这个感到非常的开心。而且呢，这一次整个这个柜位的设计呢，大家可以看到一直延续的就是我们最经典的黑与白。